这也是法律的，法律也是这样子的。哦。要第二个人帮看。你要告诉他，我们都要在旁边帮他看有没有危险嘛、啊，因为他都戴眼镜，所以相当于是看不到外面的，所以我才说我不能陪你走。那就会退一下。一定要先扣一分，试验看看直接撞击会怎样。先扣个一分哦。